纽约当地时间9月12日晚，在纽约 Uptown， 杨幂举办了生日派对。派对上惊喜不断，蛋糕、美酒、音乐和好友相伴。幂幂许了3个生日愿望，大家送上鲜花和礼物，幸福满满的寿星接受粉丝祝福，分享甜蜜好心情。虽然刘恺威和女儿小糯米不在身旁，但杨幂同样拥有一个快乐的生日会。据悉，杨幂此次是来参加时装周工作见习庆生，真是娱乐圈劳模。日前杨幂过生日，老公刘恺威在微博晒出小糯米为妈妈做的手工大礼，他甜蜜写道：今天有个小美女准备了手工大礼，我们都不跟她抢第一，祝糯米妈咪生日快乐。杨幂也转发回应：最喜欢的礼物，这手艺跟我当年不相上下，谢谢糯米咪和糯米爸爸，一家人十分甜蜜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